啊，嚟到啦，啊，好，睇下，哇，辛苦晒你哋啦，哇，好，好得意啊，自己嘛，好，系啊，爸爸喺下面请坐，好，女孩子先跟我走，系啊，一个大人喺下面，我走啦，走，系，系啊，哦，我走过去，一个人过来，进一个去那边，我们请坐，那个请坐。啊妞妞！哇，好靓啊！哇，好靓啊！男孩子跟上，女孩子跟上，女孩子先去，女孩子跟上，女孩子跟随，女孩子先。哎，我放在门上去了。你呢？还在啊？
你怎么样？我还行，不太好。就好呢，你望望前面得噶啦。认真啲晒，认真啲层啊！唔好讲啦，讲认真啲层。Hello。好，你先录。OK。清仓鼠。可见了。嗯，好意思，还可见。其实晚上从幼儿园回来，或者说去幼儿园之前，我连饭都没吃，所以现在回来，小朋友睡了，然后我吃了两个桃果、桃子，就是小的这么大的一种那种，没有毛毛的，然后来了一个小杯面，还冲了一杯炼奶，就这样子了，就是今天晚上的晚餐加宵夜。不是不想吃，是前两天喝运动完之后喝那个冰镇可乐，我觉得有点可能伤到那个食管那一带了，觉得吃下去有点不太舒服，所以注意运动之后不要喝太冷的、太生冷的东西，我觉得这个还是不大好的。来，那咱们先开吃，来，低一点，大家看一下。先开吃吧，改天
我找个时间下楼给大家拍一下下面那个摆摊那边吧，挺热闹的，我也想去试一下，找天一起过去试一试。特别是那些什么酸的木瓜、芒果啊，还有那些烧烤啊之类的，我都想试一下，找个时间。唉，太饿了。搞定，第一个，还有下面一个。来一杯炼奶。吃完休息一下，然后晚点再搞点其他的。